欢迎下一个表演者，Thomas Lu 啊，我们的卢小弟弟。其实他从小学二年级哦就已经参加我们的乌克丽丽活动，那今年已经六年级喽。好，那旁边这位是他的妈妈。好，那妈妈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？多介绍了，我们今天要带来的曲目是那个杰克脑袋的那个 One Microphone Jenny Williams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期待他们今天带来的表演喽。妈妈一起带来二重奏的表演哦。好，